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hx 哈是等于这个函数了，它可以写成两个呢函数的复合函数。那现在他要你找什么呢？找这个 g 跟 f。事实上我讲啊，就是说这个 g 跟 f 的话不是唯一的，不是唯一的。好，这个东西是随便你找，反正你凑得起来就可以了。当然你要找一个那个最自然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呢，我就定哈，这个呢是等于多少哈？这是等于 y 啦，但是 y 的话哈就是 f， 哦 ，f(x) 啦。然后呢，这是个根号 y 嘛，那我就定哈，定这个 g y 哈是等于根号 y， 然后这 y 是等于 f(x)， 哦 ，f(x)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三减 x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晓得哈，这个我把 y 换成 x 嘛，就 g x， 这个就等于根号 x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把它带回去看看 g of x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你 g 是这个吧，你就把 f 哈。代成 x， 把 x 代掉，代成 f(x)， 就根号呢 f(x)， 那 f(x) 等于多少？等于3减 x 嘛，这3减掉 x， 好，那这样就得到了。所以的话，我 g(x) 可以找这个，找完以后的话 ，f(x) 就是这个了。